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今天是2021年农历的最后一天，也是除夕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明天就是虎年了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虎年的每一天都快快乐乐。我今天早上吃的是汤圆，待会儿就要贴这个春联了。巴黎在拿啥香肠啊？今天我煮猪脑壳。煮猪头啊，要煮好久哦。吃了，把对联贴了，我还要去超市买点火锅的食材回来煮火锅，就寓意着红红火火过年。这个我昨天去的时候都已经卖光了，你看这写的是什么？人顺家顺百业顺，福多财多喜乐多。啊，这两个今天都要把它贴了，这三副对联。出入平安，百福临门如意来，万事顺心鸿运开。哇，这贴的屋里红红火火，虎年一定是一个平安年、好运年、发财年、吉祥年。贴好了就这样了，感觉贴的好丑啊。这个再矮一点就好了，这两边只有明年再贴了。这个贴矮了，应该贴上面一点。这个猫眼，爸，我去贴哪面屋去了哦？你就在屋头住哦。贴高头啊？啊，贴了高头那个清水房那儿去贴哈。贴了这么长时间了吧？贴了，我就去超市买点毛肚回来呀、啊。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。就是春节和爸妈团圆，这个小小心愿很多年没实现，孩儿想念爸妈的笑脸最温暖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过年陪爸妈身旁。牛丸、鲍鱼，吃火锅的粉丝扇贝，还有这个蒸肉，这个凉菜鸡爪，这个也是蒸的鸡爪，这个跟年糕、火锅菜。你可不好弄的嘎，要煮脑壳。弄弄哎，弄弄，我把这个肉割的。嗯，然后这里有虾、排骨、毛肚，然后这个吃的还有豆干，豆干还要切了下酒。这个菜就这样端出去，生菜还有鱼。这个还有莴笋，鱼的啦还。好，这个来煮火锅好了。这个是牛排，不想煎，煎了容易冷，就把它切成条煮火锅。然后这个鱼，没鱼，现在已经在蒸了。蒸完了再蒸这个，还有鱼。我爸妈还在厨房忙活。今天要喝酒，菊花白37度，这个白酒喝起来不上头，我也要喝。今天过年。出夕啦，明天就新年喽。这个煮火锅，火锅菜就是这蔬菜、牛肉、年糕这些，反正改个高头。中午喝点酒，菊花呗。过年要喝，再倒到那个里头，拿碗碗打碟子，吃火锅，这个。红红火火过新年，放哪里？就放在
哇，这里还没有弄完，这个马上就可以上桌了。这个鱼蒸一下，我们把它倒去吧。爸爸那个放在哪儿嘛？放在花瓶那儿。过年喽！新年好，过个快乐年，幸福年。我们要年年都是这样，年年有余。就今年的菜啊，这一桌是吃不完的，就要明年才吃得完，所以年年有余。每天都是开心哦，妈哦，开心哦。这是四川香肠，就意味着幸福长长久久，这个叫吉祥如意，还有鸡，红红火火，火锅年年高升，年高、来健康长寿，天天开心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刷就刷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想再多没得用。今天这一桌好菜配好酒，主要是我爸很喜欢喝这个菊花白，今天过年了，开心，再来一点。我们吃到晚上看春节联欢晚会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过年陪爸妈身旁，回我思念的地方。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正式在这个屋入住，我们平时吃的饭呢都是当天吃完，就做的不多，但是除夕这一天啊，就真的是满满一大桌。今天已经吃饱喝足了，菊花白放着下次再喝。哎，带汤的那会儿真的是吃撑的，躺在这里吃个橘子，待会去逛商场。我来孙悟去商场逛会儿。要走啊！大年三十来商场购物，优惠多多。这边小啊？可以。可以啊。这个今天买的，你好嘞，一回来就吃，是不是还是家里舒服啊？对啊。我开始来做视频了。我们去逛了两个小时回来了，马上我爸妈又要做菜了，因为晚上有客人要来。那好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明年再见，拜拜。